everyone, welcome back. Continuing with Lost You Forever, and this is episode 9. Let's go ahead, just dive in,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episode for today. So let's go. <笑>王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簪子奴婢也有一只呢还是王姬随手赏给我的看来这些首饰没有一件能让王姬心动 Oh, I got something special. 这枚宝石是一株万年的珊瑚内丹松花，虽不算珍贵，却也难得。我本想拿来收藏，王姬若是喜欢，可以拿去镶成首饰。不必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She's showing off hers. 看来王姬。 也不是不喜欢宝石吗？是啊，不过如果你没有比这个更珍惜的宝石，就不必拿出来了。这枚鱼丹子是景松给你的？对啊。王姬明日有时间吗？ 明日有一批宝石的原石会到，王姬可有兴趣看看宝石最初的样子？你应该知道，景喜欢我。如果王姬打定主意要嫁请，我收回刚才的话。防风被教我射箭，最后死在了箭下。你若是不怕死，我也不介意去看你剖取宝石。 那说定了，明日午时，我在这儿等你。<笑><笑><笑> 那个女人对你爱答不理，反而跟涂山侯有说有笑，这什么道理？这什么道理？气死我！行，不如这样，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去把涂山侯给杀了。<笑>你别胡闹，这里是旨意城。 陈荣山上的两位陛下都不管，哪里轮得到你去管？难怪那位王姬行事如此荒唐，原来都是娇生出来的。爱卿，你说他看不上你，看不上风龙，还把房东贝给生生弄没了，最后跑去跟涂山侯那个王八蛋龟儿子玩的高高兴兴。<笑>哎，你说这事儿你想怎么办？告诉我个准话。 兄弟，听你先回去吧。我要出一趟远门，处理一点事情。你跟马姐，我跟你一起啊。不必了，我要去一趟清水山。你去清水山干嘛？那是九头妖的地盘。有些事情，我一定要弄明白。 涂山族长又有何事啊？我想问你有关防风翼印和涂山天的事。你老婆和你孩子的事儿，你来问我。我怀疑涂山天的身世，调查许久却一无所获。你若是知道什么，还望告知，就当是我向你买消息。何必这么麻烦？你出价。
我帮你杀了那对母子便是。嗯，不必了，我另寻他方。又是我寡断，还没有向你道谢。谢谢你上次让小妖来青丘找我。上次是你我之间的交易，他去青丘找你是他的事，与我何干？ Now it's your turn. I have a gift I want to give Wang Qi. I don't want anything. Wear the red one. And show his woman. 你不愿意换，就不换。这枚鱼丹红，你愿意要就留着，不愿意要就扔了。 <笑>这对狗男女，呸！恶心！欺人太甚！呸！但是，即便红衣影跟涂山红有私情，那也不能证明那晚的设计是假的。 涂山殿还是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我听说
过两日你姐姐要办生辰宴，邀请的都是女兵。对，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我大姐还邀请了防风衣用那个贱人。不行，我得去跟她说，把请帖撤回，以后不给那个贱人好脸色看。等等，小妖会去吗？去。我大姐说，陛下身边的人特意叮嘱过。 有位王姬要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吗？你别这么说。哎，我这还什么都没做。哎，你别太感动，别太感动。宴会的事，你还是不要插手了，免得坏了小妖的事。啊？什么事儿？ 钓上来了，我给你们烤。我的烧烤手艺可不比鱼厨差。那我们今天有口福了。王姬，烤鱼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都可以。好。哎，上钩了。 王姬夫人恕罪，你怎么笨手笨脚的，端个盆子都端不稳。算了，她也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我去换件衣裳就好了。快带王姬和涂山夫人去换身衣服。这件裙子我不喜欢，你去换一件吧。是王姬。 Drama. 夫人怎么了？有事情吗？She's about to explode. 真好看，能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夫人不必紧张，不过个小玩意而已，摔坏了也没关系的。 真好看，不知王姬在哪儿买的，一个朋友送的，随便带着玩玩而已。夫人，您衣服还没换呢，马上回京秋。<笑> We'll live. For this drama. Of course, we have been waiting. ，我这段时间跟涂山侯来往频繁，是因为小妖，你不用解释，我相信你。得知黎荣妃宴请防风异影，我便猜到了你的目的。可是我不希望你为我做这些。反正我已经做了，我管你希望不希望。如今防风异影还有涂山侯生了嫌隙，肯定会自乱阵脚。 你现在马上回青丘，趁着他们的矛盾，寻找真相。好，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绝不辜负你的苦心。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儿，以免打草惊蛇。我送你出去。 我要回青丘，这盆海棠花不方便带走，你愿意要它吗？我用它跟你换一样东西。
hope everything gonna get revealed.不是说好了，在景死前我们不在私下见面吗？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又逼我来见你？你送我的那枚玉丹红呢？带来了吗？忘带了。 是忘带了，还是把她送给了浩林大王姬啊？你听我解释，我把于丹红送给小妖，那就是权宜之策。我对她真的没动心，她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猎物，只不过因为她是涂山璟的女人，我就想把她夺过来。依你知道我有多恨涂山璟。 我恨不得他一无所有。浩林王即使你的猎物，那我呢？你对我什么心思啊？是不是因为涂山璟那个废人，你才会要我？在你眼里，我就是你用来折辱他的工具，对不对？不是，当然不是。你跟那些人都不一样，你是我心中的唯一。 你看着我的眼睛，你说我和其他女人都不一样，是因为你真心的喜欢我，还是因为涂山璟他什么都没做，我却用你的孩子帮你困死了他？当然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 涂山侯太过警惕，属下差点被他发现，怕打草惊蛇，不敢再跟。防风阴影那边也戒备森严，属下无法近身。组长，下一次我一定抓住他们的把柄。去收拾行李，明日一早会旨意。是。 你可小心手啊！太君，涂山族长求见。我进屋，你们说话。 擦一下汗吧。王峰，莹莹跟涂山侯见面了吗？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我派去跟踪他们的人都跟丢了。
幸亏我用那盆海棠花跟你换了星星镜，我把星星镜藏到了他们幽会的地方，记录下了他们幽会的过程。然后呢？他们说什么了？我和防风意应之间什么都没发生。涂山天是我的侄子，不是我的儿子。小妖，我不会再让别人伤害你，更不会让自己伤害你，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Okay, we are officially gonna start being together. 你 She was so relieved to hear it. 你愿意吗？Now our cousin is not gonna be very happy. 哥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我设计了防风印跟涂山侯，让他们说出了真相。涂山天不是景的儿子，景跟防风印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在听到我跟你说话？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涂山璟和好？我跟璟之间的事情等他料理完所有的事情再说吧。不过这次的事情多谢哥哥帮忙，如果没有你，防风印跟涂山侯也不会中计，我跟璟也不会这么快的查明真相。谢谢哥哥。开心就好，我先去看看爷爷。好，你们说完话我们就用膳啊。爷爷，你为什么就不能阻止涂山璟跟小妖呢？苍玄，这就是小妖的选择。她不是紫金宫的女人，她不要权势、名利，也不要荣华富贵，她只想要一个对她一心一意、可以长相厮守的人。她找到了。已经很久没见小妖这么开心了。Exactly. And you're supposed to be happy with that. 开心的那个人不是我。如果你不想让小妖和你越走越远，就不要企图去控制他的人生。宗儿知道了。He will never stop. Hmm. 族长召见我，是有何事啊？当年是母亲有错在先，一切恶果都是母亲种下的恶因。
如果我成全你和方峰一役，让你们和天儿一家三口团聚，带着足够的钱财共度余生，你愿意吗？ 你串通那位王姬，你们一起设计我！你们竟然愚弄我！ 大哥，你收手吧，为什么不能放下怨恨，带着妻子和孩子好好生活呢？你死了，我就收手。你住手！童山侯，族长说服我等放你一条生路，你不知感恩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杀害族长！ 来人，将童山侯拿下！族长，族长，我是一时冲动，我求你网开一面，放过他这一次。呸！奸夫淫妇，无耻之极！不要跟他废话，还不束手就擒，等待族规处置。是他，是他勾引我。 He's pathetic. And she's dumb. So the thing is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m not going to be 如何处置？Well, I am also curious. 交给你们裁决吧。 依依，你记不记得那一年的五元节，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游水，一落入水中，慌得连淋漓变幻都忘了。谁知道越慌越错，从那之后，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女子了。 是他勾引我，是这个女人恬不知耻的勾引我。 I mean, clearly he's not a great guy, so being so in love with him is kind of dumb. 本是两心相许，鸳鸯情深，怎么就成了我勾引他？我勾引他？ 长老说你一直一言不发，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
如今长老们都认定，一切都是你的错。我爱的男人背叛了我，恨不得我立刻就死，好为他脱罪。我的父兄害怕得罪涂山氏，不但跟我断绝了关系，还主张对我施以酷刑。 像我这样肮脏的女人，谁都好。你就算不为自己，也该为天儿考虑一下。是我罪有应得，是我罪有余辜，但天儿是无辜的，只有您照顾他。 我愿意用我这一生的积蓄为涂山氏敬仰十身。好，我会照顾好天儿的。谢族长。防风意应，败坏涂山氏门风，屡次三番。 谋害族长，不知廉耻，行事恶毒，罪无可恕。即日起，关入祭坛，以精血祭养食神，永受锥心之痛。 I wonder what they're going to be telling the child. 身为涂山氏子弟，却不忠不义。 不仁不孝，屡次谋害族长，念儿受人挑拨，且有悔改之心，从轻发落。盼儿流放浩陵，终生不得返还中原，永世不许踏入青丘。At least he gets to be alive, I guess. 窗除于了迷茫，你是繁华开出生命的香，平于。Wow, didn't really know where we're gonna be going. 在慌张，不再风霜，岁月都酿成糖。需今生一场，需一世珍藏，需一世相守，需地老天荒。 Okay, now we have at least one couple happy. 绽放生长。And the one that's the most angry about this is cousin. And this one is just very sad. Although he's not saying anything himself, his feelings and so stubborn. I'm celebrating.
小六又找回了叶时琪。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of course, he's happy that she's happy. 非常高和我下棋还敢分神的人，这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人呐。万没知错。万爷，这是怎么了？他下棋不专心啊。万爷只是下个棋而已嘛。太尊的棋盘是江山社稷，是天下万民，晚辈不该分神，下次一定专心。你根本就无意，又何来心可专呢？你志不在此。是，晚辈无意建功立业。好了，外爷别生气了，该吃饭了。我没生气，他是为了你才不把我的棋放在眼里。很好，吃饭，拉我一马。哎，吃饭了，万爷。走。怎么还不安置休息？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明日再做吗？马上。极论。嗯。你把整本书都默写出来了。小的时候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医术不精时不敢下笔，怕有错漏误人性命。如今总算是完成了我一桩心愿，麻烦哥哥派人把这些送去医堂，交给那些老医师们。若是他们勘察无误的话，便可以开堂授课，传授下去。草药集论是医祖的一生心血，不用我下旨，那些医师也会尽心尽力的。你怎么不自己送过去呢？我这个人啊，就想吃好喝好，平安到老。虚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用，可是你不同，你要知道，明心才是真正守护你的铠甲利器。我还以为你这段日子忙着建涂山井，早就把我抛到脑后了。我哪敢呀，陛下。确实不公，我就笑纳了。嗯。君毅，陛下，把这本书送去医堂，传朕口谕，誊抄后送去西延各地医署，不论贵贱，凡有志学医之人，皆可借阅学习。是。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在纸艺城开家医馆，看百家病，洗百家医，提高自己的医术，继续完善医祖遗留下的那份手札。大好事。She's fine as long as she's doing her thing without Tu Shanjin being there.王姬，咱们今天就这么开张啊？不这么开张还怎么开张？上次在浩陵时不也这样吗？我还以为这一次会和上一次不一样呢，没想到也这么冷清。Opening ceremony 恭喜老板开业大吉。Okay, well, that was very nice, you know, very exciting, very happy, and as this drama getting closer to the end, we finally getting some of the good moments and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s being cleared up, and we are enjoying the happy times until things are gonna go explode and go absolutely insane, which is a totally normal thing, is what we deal with when it comes to dramas, and I am all here for it. So again, we finally have a couple who are happy andEverything got resolved and they are together, while cousin still, of course, doesn't really want them to be together because, well, he doesn't want her to be with anybody. He'd rather her, you know, just be alone and with nobody there, but as long as he's there, that's it. And then our demon is also pretty much at this point feel like he's given up on, being anything with her, because of course he doesn't say anything, she doesn't say anything. That's a drama, that's something that's pretty much never gonna work in the end, I'm guessing. I hope these two are gonna be just continue being happy with everyth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 do also feel like there will be some either sort of battle happening probably later, justfrom what the nine-headed demon is preparing, and then the cousin is doing his thing, so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be happening closer to the end. I just really hope this drama is going to have a good ending.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obably perfect, but I just hope it's going to be a good ending. I'm going to try not to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just so I'm not super sad and disappointed.Alright,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stopping by, watch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so you guys know when videos come out. And I will see you.